Hello， 大家欢迎收看 K 九哥的生活点滴。今麦来搞三峡老街啦，今麦要来写老街。现在三角涌老街。哦，已经超十外档无来啊吼。差不多吧，伊那个细汉。伊那个细汉是来写过一届，超十外档无啊。今麦唔知有改变出侪无？那你第一件你嘛袂记哩啊？在老街啊，这间是老街派出所。啊，这公厕伫遮，对遮去，一边啊尔。公厕30公尺。啊，伊个清水祖师庙伫遮啦。啊，遮有一间迄个三峡福安公厕的公庙。啊。康喜轩金牛角，三峡。三峡游旅游服务中心。哦，今仔日足热啊！也来利用我在性能茶面，还有冰的热头油里面煮粥。童年时光。这间那边杏仁茶油炸粿，油炸粿啦，油炸粿应该是油炸粿吧？手工面茶、莲藕茶、姜母茶、面茶、雪冰、龟苓膏、咖啡、杏仁。你这间嘛是咧卖金牛角的啦，两间，等下看要买就是间。袂记哩啊，十外档啊，啊，这嘛一斤，哦，这过六斤诶。今仔个平日，老街感觉较少人。这嘛是童玩的，袂囡仔耍的物件。诶，这间庙无开啊。金龙宫啊，因本宫庙原址重建啦，即马占千前方哦，伊要重建啦，无庙的哪有可能这伤乖？哦，这间因为啥？三峡老街就是有名，就是金牛角啦，即马去一间。感谢各大媒体。三峡金牛角，这个讲有各大媒体来采访的。等下回程再来买。走什么班？我走路不带。这老街吼，按平日来较袂客。台湾快木馆，哦，这条老街足水的，拢厝拢足久啊。这唔知有啥物，除了金牛角，唔知佫有啥物较特别，爱买爱记来无？古今中外艺评，这间嘛是拢咧卖迄种古早的迄种干妈店的物件。住一间妈祖庙，三峡新龙宫妈祖庙。暂时迁移到这里。
伊这纸啊较特别个，毋是咱迄种个，伊个就是印刷个。一间美术馆，庶民美术馆啊。宜兰花生糖加冰淇淋一份50。哦，应该这边到啊，到尽头啊，这卖衫裤的。这一间卖豆浆、豆花，哦，这间咧卖冰的呢，食一粒冰的，哦，就天真热。永博豆花，哎，这两间敢有共？这间人较少啦，一般人拢会找较侪人个咧食。牛肉面，推口低卡崩，好啊，安尼就老街尽头啊。过来看这边，仁爱街、三峡老街漫游区。哦，这。左边就是我们走出来的三角涌老街大爆溪风景区，哦，这个哦新闻有报，大概啊到热天的时候都会有人去啊生水啊，都会那个就直接出事情的，所以如果去大爆溪风景区去头要设计啊，还有一个白鸡溪小馆，先来吃一个冰的好啊！哦，真热。伊这个柱子的砖头是硬的，你看边啊，这个是四角的，这个一般的啦。一般的砖啊嘛四角的。系啊，啊这小弧度的。哦，伊这小是的弧度的啊。哦，啊这嘛应该过两年的历史啊吼。这因为管不得啊，那这看这旧的啊。一家人，阿嬷过早味，这是你袂惊啊，午餐。就是这间用白啊，哦，这间没开，阿嬷锅渣味，你过这才开哦，好好吃一间好啊，来吃一间永博豆花，里面有位置，来吃一间，里面看会不会比较凉，哦，外面很热，这间人吃多，有开冷气，但是不会很凉。吃完永博豆花串冰，继续往回走，逛老街。哦，这只也给我凉哎。啊，叫阿帕契彩绘。对，拄啊遐巷啊入来，会当通往蓝蓝公园。上来就到了三角涌，哦，一个大水桶，樟树，碾布石哦。这个啊，这个是小公园呐，这是。懒懒手作体验，这间会当做一种游客服务中心，三峡懒懒游客服务中心，你去体验懒懒。你布啦，你看只有迄种布吊伫遮。哦，跟你做蓝色的有无？就较早迄个古早衫是毋拢有哪弄有米线？嗯。面像伊在布安尼啊。哦。这会当去做，内底有人在做。
啊，这有一台火车，欸，这会当杀哦。会啦，一块而已。伊这会当杀一丝仔，遐就动咧啊。好啊，杀倒当诶。这下人力轻。人力轻便车。还有介绍布斯，啊，什么青铜？这就是介绍这物件，我这个是青铜。嘿。啊，头前阁一台板车会当上。啊，来看这个小公园，而且阁准备迄种垃圾袋啦、塑胶袋，要你老带狗仔来遮放屎，会当甲伊用起来。啊，你叫核心居啊？你讲嘛是古早厝整修的。核心居。啊，公厕里安尼咧维修。哦，叫一个公车维修中，这种以前的火车在用的啦。那是排车嘛？系啊，用塞的。还带我们让你让你可以让你很卡的。小小的公园。哦，又到了老街，准备买那个金牛角伴手礼。平日人真的比较少，宜兰花生糖加冰淇淋一份50。广受各界好评不断，百万 YouTuber 蔡阿嘎，阿个企业郭台铭，麻衣美食节目麻衣六星介绍，三峡老街必买伴手礼，春节不打烊。这个是咧卖种土豆藤的啊，麦芽酥。哦，这间卤味有够香的，哦，真香。麦芽酥，牛轧饼，牛轧糖，牛轧饼。好，要吃无？要吃就说。啊，袂惊去到遐吼。好，来买一间三峡牛角面，三峡金牛角啊。这间好采访。常温3天，冷藏7天，冷冻14天。第三天也吃不完，就要。第三天没有吃完，放冰箱，冷藏可以7天，冷冻14天。菠萝口味，外酥内 Q。好，换了。买那个综合一盒综合的。好。啊，综合的是口味可以选吗？自己搭按照原价，我们搭的是优惠价，都可以。哦。啊，
你们搭是什么？原味四支，然后其他口味各一。其他口味各一。喝吧，喝。好，可以了。综合的吗？嗯，对。好。小袋子都帮你铺里面哈，你需要可以用。谢谢。哦，老街逛完了。海里面做杏仁茶、面茶、冰的、热的都有。啊，这么一间啊，第一间。